岗哨的部署、附近的交通动线，还有武器装备、碉堡里面的陈设，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，成勤收的这种动作，那我认为应该把它击落。上面现在都可以侦察一体，上面可以挂手榴弹，可以挂炸弹。哦，他现在虽然挂的是摄影的器材，但是谁知道上面没有挂手榴弹、挂炸弹呢？中国大陆无人机的发展，尤其是军用无人机发展，侦打一体就是侦察跟打击一体啊，是老早就存在的技术，而且在国际市场也相当有名。